第六名，这是要从第六名开始。第六名，噔噔噔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第六名是他，我选这颜色。第一套，对，第一套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夏天，然后你想要怎么搭，其实都搭得起来。嗯，就是你看哦，你帮我拿一下，哎，我挂这个好了。嗯，啊，这下我不会吧？我帮你拿，可以。好，你也要跟我搭配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他这样搭也很可爱。之前我觉得你可以。对啊，就是哎，我这个放好吗？喝酒，看样子，好，这样子也很可爱啊，不觉得吗？这样可以，我觉得这件裤子你穿起来更好看。嗯嗯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它这样搭，然后或者是你要搭长牛仔裤，或者是你把它搭羊的雪纺裙，我觉得也搭起来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这样搭是瘦的女生的话，你这样搭也可以。真的，因为它上面就会超级显瘦，因为你下面是蓬蓬，然后这里就会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不能这样搭，但这样穿着好看。我不会这样穿出门，但是如果我瘦了5公斤的话，我就会这样出门。我有，我是有藕包的人。对，我以为大家都在看我。我们那段要截下来，他瘦5公斤要这样穿出门。但是我没有瘦5公斤、啊。好，这是第六名。但而且我是选这颜色，我不是杏色，杏色。嗯，然后第五名。草绿色衬衫，双口袋，雾感，双口袋衬衫。我选绿色啦，因为我个人就是喜欢比较跳的颜色。然后今年其实流行比较偏绿的这种颜色，然后这很可爱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它跟刚刚这样裤子也搭得起来。一棵小树，真的好可爱哦，对不对？一棵小树、欸，要扎不扎都可以。嗯，对，我觉得很好看，绿色。我猜藕粉，其实我觉得绿色真的蛮好搭的，其实可以搭得起来。这个绿色本人是好看，对，它真的很好看。好，然后我刚刚第五嘛，第四名是它，黑叉裙，对，这样也可以哦。哦，可以，对，然后我是选这个颜色，这颗是小盆栽，对，然后这是。大树，大树，我是绿色人，其实，对，我很爱搭绿色的。我也是绿色人，但是这个草绿我真的老实说比较少穿到。嗯，我大部分是更淡一点的绿。哦，但是我觉得是好看的绿，这个。对，这个绿其实很好搭，因为包含刚刚那个斜扣的西装裤，也可以搭起来。嗯嗯，对，就是那个咖啡或是深蓝都搭起来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很好搭的颜色。那个侧扣西装裤好看。很好看，它落选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然后这个裙呢？这个裙，其实你也要辣一下就对了。有时候张真穿的蛮辣的，我看。我真的是看心情。对，他的风格就是蛮上下的，很跳动。嗯、对对对，然后我是觉得他这真的是蛮有特色，因为而且加上这个，就很难得是有这种裙子，它不会小腹不会太夸张。嗯，因为通常这种都是就是很服帖。通常这个如果有小腹的人都会比较害羞，不敢穿。不过他因为有抓皱的关系，所以他其实修饰掉蛮多小腹。对，因为通常这种你就会想说啊，是不是要穿稍微长版一点点盖小腹？嗯、但是这个因为它本身就有抓皱，所以我觉得搭起来是很好看。你要扎不扎实都可以。嗯。张真穿 M 号哦， M 号。嗯，然后我是选这什么？咖啡色。我觉得它有带绿吗？有一点带绿的咖，微微带绿的咖。嗯，这样子，其实就差不多现在镜头上的颜色，一点微微带绿的咖。对，然后第三名，噔噔，哇，就是刚刚的酷，5分酷。你喜欢咖啡色？我喜欢咖啡色。咖啡色，我觉得咖啡色对我来讲比较好搭。嗯，对。因为灰色我觉得还是偏冷一点，咖啡色变成是你冷色、暖色都可以搭。嗯，对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实搭型。然后因为它的真的很修饰我的那个大腿根部，大腿根部出众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所以它是我的第三名。好，然后我的第二名是它蓝发裙。真的，我因为我觉得它的下面这个拼接，这鱼尾这边真的是很特别。而且它是没有包臀的鱼尾，就是 A 赖再加鱼尾的，对，所以它很修饰我们梨形身材，然后又会看起来就下摆这边，我觉得又很有特色。然后我个人是喜欢这个颜色，我是蓝色，我就蓝色系，就是好像我去哪里，但是我觉得蓝色也好看，我觉得蓝色应该是在夏天会更飘一点点，
对，那我是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柔，嗯，然后如果你要搭像刚刚这样子衬衫，其实也可以搭。不觉得张真就是很特别吗？就是他的色彩学理论，就是他突然很柔，然后又很饱和。对，就是如果你单纯要柔，你就是搭就是像白色这样子很柔，嗯，但如果你要今天要突然要跳出来，你不想，你就是蓝色没有办法跳，你选了这个你想要跳，你就上衣跳，嗯，对，就会很跳。对，我个人吧，我个人，这个是第二名，第一名是，噔噔，第一名是他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垂坠度非常好，然后又有口袋。你最近蛮喜欢奶茶色的，因为你上次不是要买一件棕色的短男装，对，然后这次也是差不多类似色系的东西，对，还有你有买到，因为那件后来断货，真的哦。哎，我觉得我那件弹性很好哎、欸。那件一断货以后，我就先看张真有没有排到货。我说 OK 有排到，那我可以跟他有交代。真的，对我个人很喜欢，因为他就是这边压着，对、哦，然后这边就有压着是这样子，然后散开，嗯，所以很修饰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其实四季你都可以搭，只是看你上面的衣服怎么搭。嗯，所以我就是实穿型的，嗯，然后有口袋。嗯，对，有口袋，而且布料质感什么，就对，我觉得不挑身形啊，就是因为它是拉链，所以不太有身形的限制。嗯，所以这是我的第一名。OK， 耶耶，太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到这边，真的，张真清单也分享完了。